I want to break! Break through the, break through the, break through the sound! Sonic the Lord to Lady Todd! Break through the sound! 你阿乜啊？你阿乜啊？Up today!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哋今集嘅 Up Today。咁今集就系我哋2013年嘅第一集。咁我就系希福道五号嘅小芳。咁我系希福道五号嘅 Bay 啦。咁不如而家就请我哋今集嘅嘉宾介绍下自己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我系百力之嘅报纸。好，你好，新年快乐。你好啊，系。唔知今个星期有冇啲咩大热嘅新闻咧，或者啲趣闻咧？咁今个星期我哋就正式踏入咗2013年啦。咁、我哋都成日同人哋讲话 Happy New Year， 但我就唔系好 happy 啦。点解啊？2013年唔系应该一个 happy beginning 咩？因为自从踏入咗2013年之后咧，好多公共事业咧都开始加价，好似系两间电力公司都加价啦。交通方面咧。大榄隧道、西隧同埋好多车都加价，迟啲好似话新界有啲专线小巴会加价啦，大老山隧道加价啦，连九巴都会加价。哇！我都有听到啊，咩西隧加价，其实佢咁样加完咧，真系冇车会行嗰度，啲人可能宁愿兜远啲行红隧都唔行西隧。最离谱咧就我听到麦当劳有加价啦，有加价2.3%。佢年年都加价，平时仲好开心去食下20蚊餐，哇，几抵喎！又有饮又有薯条又包，少少少啦。而家佢逐啲咁加，其实而家咪21蚊餐，系啦，而家有21蚊好食，下年22蚊餐，系啦，迟啲22蚊，所以而家大家快啲去食啦。饮啲饮啲，唉，讲起钱，最近有啲扎使，唉，真系要搵下钱啊！有咩好路数咧？买啲绿茶都10蚊，唉，真系好心痛。有咩好路数啊？唔通好似你要验楼咁样？唔好验楼啦，验楼冇乜好劲啊！学阿 Rondo 做下老林，吓做老林，有嘢食，系喎，有一成镜系喎，又有钱收。讲起老林，而家有啲另类啲嘅老林，不过要考呢个职场演技、方法演技。哦，你游行嗰阵时，型啊！虽然而家好似由300蚊跌到250蚊啊嘛，系啊，同埋去之前染发，唔好金头发去。咁游行你有冇去啊？游行我哋就冇去啦。我本来谂住去，但我瞓迟咗。不如讲下嗰个游行系咩啦？可能啲人都未啲明。嗯嗯，咁就系早前网上面就盛传有人就出钱去请呢个老林啦，咁咧就去参加呢个撑 CY 嘅游行集会嘅。咁有记者就专登嗰日就去放蛇啦。咁根据佢哋嘅报道咧，当日咧就有大概100名打扮得都几新潮嘅年轻人就集合咯，即系飞仔，系啊，飞仔可以咁讲啦。M K 系咁，好多人都会戴住口罩啦，或者低头啦，以防俾人哋认出嘅。估唔到炒丝吧嗰班。咪咯，即系俾即系派钱去搵啲 M K 仔赚下外快，帮佢撑下场。真心啊，真系真心咁样做，系揩揩地。听闻佢哋好似之前仲要俾记者放蛇，好似俾人知道之后，仲去公厕入面派钱。系啊，派咩啊？喺厕格里面派钱，派臭钱。咁其实同类型嘅事件已经唔系第一次发生啦。系啊。咁我。就觉得呢件事就好荒谬嘅，因为咁样即系话用钱去买咗人哋嘅言论自由咯。唔紧要啦，人哋有钱冇掟使啊嘛，系咪？赚外快。但系嗰啲参加游行嘅人都几悲哀咯，因为佢哋为咗钱去出卖咗佢哋嘅言论自由。嗯。咁不如讲完呢个时事，我不如我哋讲下娱乐圈嘅最新动态啦。娱乐圈啊，娱乐圈讲起最近。
都唔系最近嘅，阿林峰系嘛？林峰都有最近嘅娱乐圈动态，就系冇动态。系啦，因为佢已经决定咧系退隐江湖啦。退隐江湖，不问江湖事。咁佢就话系咩？原因系要应该翻去接管佢嗰啲家族生意啊嗰啲啦。咁但系都有人话可能系因为冇长老。长啊！讲开长又讲开咩咧？最近嗰啲香港音乐颁奖典礼啦。咁唔知阿 Jam 系嘛？阿 Jam 系讲过一啲有啲过激，令到人哋去不齿佢嘅言行。系啦，咁其实都系佢都系对于一啲颁奖典礼啊作出一啲嘅评论啦。咁其实我哋而家好多其实讲，例如话咩万千星辉贺台庆颁奖典礼，咁咧其实都可以话话咩全民投票啊，一齐去参与啊，咁其实都话呢啲投票都系公平公正嘅，咁但可能出嚟嘅结果就未如大家所望，可能都系咦，竟然系嗰个人攞，但可能好多人支持嘅反而就冇攞，咁所以其实而家都好多人都讨论紧，究竟香港一啲嘅颁奖典礼，究竟佢嘅意义何在呢？究竟佢系如果佢咁公平咁去即系颁呢个奖嘅时候，咁其实有咩意义呢？咁可能是做宣传咁样咯。系咯，我都会同意Jam 佢讲到就系话，香港依家嘅乐坛颁奖典礼个认受性，其实大家都系心里有数嘅。咁我就觉得香港依家嘅颁奖咧，好多时候都好似系分猪肉奖咁样。咁似乎咧，嗰、那個、鼓励性咧就大过咗嗰个代表性。咁啊，好多都系想纯粹想宣传嗰个歌手而俾个奖项去，反而可能有实力嗰啲咧，但系就反而冇奖攞啦。咁但系其实我觉得，如果系大家都好认同嘅时候，咁我觉得冇需要话有冇奖攞咯。究竟系有冇其他大众去支持啊，或者系认同，我觉得已经好够咯。因为佢哋一定会代表佢哋发声，讲话点解咁公平啊？点解系？待定嘅根本就咁，其实呢啲嘅说话系已经系一个好嘅鼓励咯。冇错，嗱，我觉得喺呢件事里边，我觉得歌手嘅态度远比佢攞唔攞到奖系更加重要嘅。系啦，即系佢攞唔到奖，就算系分猪肉，咁你都唔应该，即系都唔轮到歌手去话人哋歌手边度唔好啊，因为始终。你最了解自己作品是自己而已，你又不了解別人的作品、所以就算你觉得自己付出了多少下去的作品那裡，都不应该因为拿不到奖而踩低其他对手，说人家不值得我尊重，我觉得他们 quality 不够这样咯。那其实如果真的他人家 quality 不够而拿到奖，都是如果是真的他觉得不公平的话，都是由观众去讲咯，都是由你的乐迷啊去讲，而不是你歌手去讲，因为始终你都不了解现在真正需要即是乐坛的趋势是怎样咯。是啦，我觉得最重要都是观众雪亮的眼睛和他们的耳朵这样啦。唉，讲到不要讲到那么沉重啦，真的很沉重。不如讲一下啲趣闻啦。另一个风头等除了是林峰和 Jam 之外呢，就是这个尖东纪念歌啦。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看这个广告呢？什么纪念歌啊，吃不吃得的？当然不吃得啦，它是猫来的。哇，你吃猫啊？好像很残忍，对不起，继续。那最近它主人呢高先生呢就带了它就去了一些远一点的地方玩。那这次只是它第二次出去这么远的地方玩，因为这个12月31号起啦，就有一架免费的宠物巴士首航。咦，宠物巴士是不是什么宠物都得？蛇啊，什么蜘蛛啊，什么那些都得的。宠物巴士是龙猫那只猫车。都挺趣致的。咦，你说开巴士我有一单趣闻，不过就有得那么多噁心了。还有少少臭添。咁咧就嗰次咧就一架大陸嘅巴士咧，咁載咗好多大陸嘅乘客咁樣，咁跟住有另外一架車咧就迎面而嚟，咁啊撞咗喎，咁而嗰架車就載住啲咩咧？就載住啲 A 啊 ，A 係即係咩咧？即係米田共啊，咁跟住撞咗之後咧，哇！跟住啲乘客就成身 A 啦，好核突啊！講其他嘢啦，其實再核啲都仲有。咁應該唔知道大家最近咧 Yahoo 大熱咧就係 search 緊呢一個嘅化學閹割喎。咁呢一樣閹割咧就係你每六個月咧就會注射一次嘅藥物啦，咁啊減少你個男性荷爾蒙喎。咁究竟呢樣嘢係用嚟做咩咧？就係、有啲人啲性罪犯啦，咁就係用嚟對佢做一個嘅懲治啦，就令到佢唔好再即係搞到其他人啦。咁咧最近咧有一個
香港啦，就出現咗一個嗰、那個強姦犯，咁、佢有劫財劫色嘅紅帽淫賊，咁唔需要多講啦，大家翻去應該都會即刻睇到呢單新聞，都幾 hit 嘅，所以我覺得咧香港都可以試下用呢、這個閹割化學閹割，係啊。咪住先，咁咪會唔會變成女人嘅？咁其實真係啲副作用嘅，真係會可能有雌性化嘅效果，或者咩骨質疏鬆嗰啲噶。哇！咁啊好大鑊。Danny 再大鑊啲都有啊！嚇、啊，仲大鑊啲都仲有？係啊，就係喺10号嘅10点啊，就係我哋 GPA 放嘅時間。係喎、啊，你唔講都唔記得喎、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呢度提提大家咧，10号咧嘅10点钟記住上 UIS check 翻你個 GPA 啦。好，我哋祝大家過三爆四。拜拜。拜拜。